주연에게 독을 주었느냐? 나라 내 백성이 열갑절 백갑절은 더 소중하오. He's a great man. He will die without a word. Amazing. He's the sweetest, most kind, talented guy. It's not a dream anymore. It's reality. 말해봐. 저한테 왜 그랬어요? 단 한 번만 사랑. 생선을 먹을 땐 가시 발라 먹어. 수박을 나중에 눈 말고 꽃핀 모자. 엄마랑 나랑 둘이 내가 데리고 올게. 李炳宪在韩剧《我们的蓝调时光》中与癌末的妈妈玉东在最后终于迎来和解，尤其是下面这一幕再次证明了他为何被韩国人称为演技之神。李炳宪的演技搭配林英雄的歌声，将悲伤情绪提升到最高点，让许多观众也跟着落泪。然而说起李炳宪这个人，外界的评价大多是人品不行，演技真的很厉害，演技强大到可以让人忽略他做过的事。要听原因，且听小编娓娓道来。이제 대학 들어가고 입병 원서를 냈어요. 네. 이제 그 어머니 친구분 중에 한 분은 동생은 이제 아역 탤런트 를 하고 있었으니까 너 배우해라, 뭐 탤런트해라 항상 이런 말씀하셨는데 그분이 진짜 어느 날 그 KBS 에서 탤런트들을 뽑는 기수 탤런트를 뽑는 그 원서를 가지고 오신 거예요. 와진짜가져오셔서아저는진짜로이거안한다고그래서거절을했죠근데어머니나아버지는남자는경험이중요하다이것저것아무거나다해보는것이너를풍요롭게해준다그리고네가무슨탤런트가되니 이게하늘의별따기인데누가기대나하니이게지금어머님말인데요네네그래서정말운좋게1 2 3차가다붙었어요1991년李炳宪从演员班毕业，同年开始拍摄出道作品，随即就遇到演艺生涯最大挑战之一，那就是演员郑敬浩的爸爸导演郑义勇。첫날촬영하고감독님이감독님이약간독설로유명하신분이었어요차렷모든스태프들앞에서연기들앞에서차렷하고있는데지금부터내말복창을해라네이작품은이작품은나의데뷔작이자 나의데뷔작이자은퇴작이다그거를정말다모든스태프들과연기자들앞에서몇번을복창을했어요기분이그몇달동안미드시리즈였거든요촬영장에나가면항상아침에시작되는게그거였어요큰아버지사무실에놀러가자응거긴왜그냥짜장면이라도사달자为了避免再次被导演骂的窘境，李炳宪开始学习人情世故，买了饮料请大家喝。要给导演的时候，他们一个드세요，내가네가사온걸왜먹었나이러시는거죠그래서저는그냥그래도무한하지만아그냥드세요안추워그래서정말몇번을제가권했는데나중에는정말되게큰소리를욕을하시더라고요아진짜그렇게막이렇게좀약간모욕적이고치욕적이고약간이런순간이그때이제전생각했죠내가매일입으로만은퇴작이라고생각했었는데
啊，真的很特别。有趣的是，20年之后，已经是大明星的李秉宪再次遇到导演，问导演为什么当时要这么对他时，导演竟然回答：진심으로저기는 네가학교도나름괜찮은데나왔고약간좀똑똑한것같고그래서네가그냥딴걸로빨리했으면좋겠다라는그진심어린마음이셨다는거예요정말일관된분이다네그래서와진짜의외의내가답을20년만에들었어요好险李秉宪没有被击退，在戏剧上也越来越多产，人气逐渐攀升。出道前4年就在 KBS 演技大赏拿下最佳新人奖，还有2次最佳男演员奖。好不容易要大红大紫的时候，李秉宪的父亲却突然去世。그때당시에는이제데뷔하고한7-8년정도지났을때니까아버지가건설업을여기서계속하시다가그때당시베트남에큰사업을거기서그냥크게좀욕심내서하시려고하다가돈이계속들어가야하니까여러자금난에이제시달리시면서당신이가지고있으신돈또제가벌어온돈주변에심지어이제주변에빚까지해서굉장히심신이되게힘드신상황이었는데거기에서어느날쓰러지시고그다음부터이제코마상태에들어가신거예요그래서일주일간을병원에서이제계속호흡기를끼고계시는그런식물인간의상태로계시다가그의사선생님이이제가망이없으니까뛰시는게어떻겠냐고이제말씀을하시는데여전히아직숨은붙어계신상황이었어요혹시제말을들으실수있을까봐제가호흡기를뗀상태에서이제아버지한테몇마디말씀을드리고그리고이제돌아가셨죠아마아버지가그곳에가시면아마샘나서미칠지도모른다고내가엄마랑동생이랑얼마나행복하게사시는지보라고아버지진짜샘나게해드리겠다고그렇게말씀을드리죠成了家里经济支柱的李秉宪，还要想办法解决父亲留下的大笔债务，这也使得他的心途产生了极大的变化。나름은굉장히작품도되게심사숙고해서고르고광고도정말배우의이미지를해치지않는선안에서만선택을하고이제그때에는그런게문제가아니죠내가빚을갚아야하니까그때는진짜생활인이돼버렸죠잠깐、네、그래서닥치는대로다했어요진짜정말이렇게무슨로봇캅처럼옷을입고나와서、네、어린이들문제집이에요、네、광고인데로봇캅처럼이렇게딱딱나오면이몸에서문제집이막이렇게나와요、네、심지어그사인회가나이트클럽에서그때는또많이있었어요 그런거잘모르시죠 아그래서저광주하고저부산쪽에나이트클럽한바퀴도는게있는데뭐돈은좀주신다는데안하실거죠눈소리야빨리잡아经过多年努力，李秉宪终于还清债务。2001年与崔智友合演的韩剧《美丽的日子》，更让他迎来事业的高峰。빚도다갚고굉장히드라마도사랑받고근데어느순간갑자기뭐가턱찾아왔는데어떤느낌이었냐면이세상에아무도없고나혼자화장실만한요만한공간에갇혀서이렇게서있는것같은느낌이계속드는거예요왜그런거죠그때당시엔몰랐는데요그지나고보니까우울증이었던거예요매순간이내가죽는느낌이에요매순간이공황장애아니에요그건따로왔어요나중에약은계속먹었어요아그래요저는이제사람마다다르지만저는굉장히많은사람앞에설때아그죠네그럴때확겁니다네오고네연기하실때는그러면연기할때는오히려괜찮아요이나씨머리는게임하고도박하는데만잘돌아가요정말힘들어도어떻게이렇게한심할수있
隐藏着自己内心的疾病，李秉宪继续深耕演艺事业。2003年与宋慧乔合演的《欧印》，不仅戏剧席卷全亚洲，两个人假戏真做的消息更是震惊演艺圈。可惜这一段情不到一年就结束，他俩的分手原因众说纷纭，其中一个传言竟然是宋慧乔受不了李秉宪的特殊性癖好，因为性爱花招口味太重，才决定跟男生说拜拜。드라마는대박이터지는데영화는솔직히조금뭐그렇지않았냐이런얘기가있었어요그거들어본적있습니까아유좀많이들었죠아그래요그때가이제제가한24 25뭐이정도때인데그렇죠처음영화데뷔를하고네편연속으로정말기대에못미치는동정도의성공이었는데어떤영화였습니까첫영화가누가나를미치게하는가처음들어봅니다 그영화가정말저를미치게하죠 但就在2000年他的第六部电影《共同警戒区》票房获得大成功，终于洗去票房毒药的标签。还有传闻说他非常感谢这部片带来的成功，当时去电影院看了很多遍。2003年韩剧《欧印》结束之后，李秉宪将主力放在电影上，事业版图更延伸到了好莱坞。Where's my plane? They paid me to kill you. They didn't say I had to do it all at once.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live. 尤其在2016年，他担任奥斯卡颁奖嘉宾。是首位踏上奥斯卡红毯的韩国电影人，可见他在世界影坛的地位。在影视领域，李秉宪成就非凡。2016年的电影《万恶新世界》横扫韩国三大电影奖影帝，是韩国影坛上唯一一位同年获得大满贯的影帝演员。百想视帝更是拿了4次，是韩国获得影帝加视帝最多演员纪录保持人。与其他大咖演员们的鲜明个性不同，李秉宪是透过完美诠释角色，在每个作品中都展现出完全不同的样貌，各种类型都能够轻松驾驭，暗杀者到搞笑角色全部消化，被韩国网友封作是恶魔的才能。然而这个封号说是称赞，其实有些微妙。어이맞지여기는 原来韩国网友认为李秉宪的私生活无论是婚前婚后都备受争议，却靠着演技几乎结束了争议。是的，争议。2009年，他曾遭到一名女子控告，说李秉宪骗他要结婚，结果发生关系之后就不理不睬，因此求偿1亿韩元。不过李秉宪透过经纪公司澄清，和女子短暂交往半年之后分手，之后却遭到不明男子勒索，并对女子提出告诉。更夸张的是，这起案件竟然扯出电视台主持人姜秉圭，被指是该女子的幕后军师。姜声称有人造谣，带人到李秉宪当时拍摄 Iris 的现场，最后演变成斗殴事件。之后韩国检方对李秉宪做出了无嫌疑处理。세상을다가진듯행복한모습의신랑이병헌씨의모습인데요第一次桃色风波平安度过，李秉宪不仅事业顺遂，与演员李明廷交往又复合。2013年终于步入礼堂，没想到隔年李秉宪又发生了件大事。네영화배우이병헌씨가20대젊은여성들로부터협박을당했습니다50억원을내놓지않으면이병헌의음담패설이담긴동영상을퍼뜨리겠다이런식으로이씨를협박한사람은신인여가수인21살김모씨와모델인25살이모씨였습니다原来在一次聚会上，李秉宪认识了模特李智妍与女团 Glenn 成员金多喜。
没想到多次见面之后，他们认为李秉宪对李智妍有好感，于是要求对方买房子。李秉宪收到讨房简讯，直接回绝，并且要求别再往来了。没想到竟然被威胁，于是就到警局报案。调查过程，两人坦言威胁李秉宪，最后被判处缓刑2年。当时李智妍曾经说过是秘密交往3个月之后，因为被甩才份额拍摄影片勒索报复，之后更有媒体秀出对话记录来佐证。该报道还巨细靡遗地描绘了李秉宪在与李智妍单独见面当天提出要求拥抱等亲密接触以及性要求，遭到拒绝之后就留下了离别的讯息。对于报道内容，李秉宪方面并没有过多的解释，尽管最后他赢了官司却输了人气。尤其判决书中表示，这些对话记录很难认定是恋人关系，但李秉宪表现出了理性的喜欢模特儿李氏的态度，而模特儿李氏对李秉宪的关心并不多，无疑是法院认证李秉宪单方面试图外遇，这也让他的广告被砍光，电影上映档期延后，事业面临危机。更让大家心疼的是他的老婆李明婷。李明婷2015年3月喜获儿子，尽管事件过后，李明婷透过朋友表示两个人关系没有受到影响，夫妻还会一起出国散心。不过推算时间会发现，怀孕时期与李秉宪接触其他女人的时期吻合。如今随着时间流逝，李秉宪的渣男形象逐渐被淡化，作品广告依旧满档，甚至有业内人士表示，私生活是私生活，演艺应该可以得到认可。可以说是演艺圈新男中不仅仅靠才能回归，还能靠才能重回山顶的一等一代表。